念根里头抓住无量寿经上的两句教诲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专念就是一句佛号啊，发菩提心就是从早到晚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，务必要学习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用这个心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啊，念兹在兹啊！啊，希望心里面干干净净。心是什么心呢？是清净平等觉。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代表觉。啊，佛就是觉的意思。啊，清净平等是觉的本体。啊，只要清净平等现前，佛就现前了。啊，觉就现前了，那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从念根生定根，定是摄心不散。一切时一切处，保持真诚清净平等觉。要知道这一句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一步这一句就是自己的真心啊，真心跟阿弥陀佛融成了一片，分不开了。啊，你当然往生极乐世界，将来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成什么佛？成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你跟阿弥陀佛融成一片，融成一体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是大成就，究竟圆满的成就。